大家好，我哋系 TVR 一个香港嘅粤语网上媒体，当中包括唔同嘅部分，等我同大家一一介绍啦。相信最广为人知嘅莫过于我只需尖尖尖，收睇嘅人次超过300万，成为 YouTube 搜寻尖尖尖嘅第一个搜寻结果。首先，本人喺度向各位支持我嘅观众表达衷心嘅谢意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部分。TVR 配音组自2009年10月成立至今，制作过不少有趣的配音短片，获得不少网民的爱戴，好像有帆坦头系列等等。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多欢笑，2010年初本台获得泰国电影公司 GTH 的授权，为泰国电影的部分预告片作粤语的配音，令到不少观众捧腹大笑。到6月 ,TVR Entertainment 正式成立，为网上的作曲人、填词人和爱好歌唱的人士提供一个崭新的互动平台。一年以来，我们制作了超过20首的作品，填词的作品也都超过60只，当中包括流行曲、Vocaloid 系列、动漫和游戏音乐等不同的类别。我们除了在 Facebook 分享和在 YouTube 上载短片之外，也都有上载到优酷网等的内地著名影片网站，和在粤漫社、新浪微博等分享我们的作品，吸引来自广东的观众收睇，至今反响不错。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，合作无间的当然不少得来自广东省的 RPG 粤语配音组啦。2009年尾开始 ,TVR 和 RCVO 合作，相继为 RCVO 的粤语配音剧，好像是幻想三国志二、Final Fantasy 13、快要坏掉的八音盒等的主题音乐填词，并间中负责图像设计和客串配音的工作。看完以上的介绍之后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呢？只要你对配音、填词、唱歌等方面都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适逢 TVR Entertainment 的一周年大日子，我们在这里全面招生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请将你的个人资料传送到这个电邮地址。详细的资料可以浏览 TVR Entertainment 的 Facebook 专页，又或者是 TVR 的新浪博客。